人呢？人抓到了吗？死了。是谁放的箭？我们的人把他包围了，他竟然脱不了身，就自杀了。尸体呢？在外面，全身都搜遍了，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。是阿什勒部的人想置他们于死地，是他们自己人想杀了阿什勒村。是阿哲。如果他们再敢伤损一分，我定十倍奉还。 我想再拜托你一件事。你说，既然他们派来了细作，就一定是死要见尸。你能不能把战场焚烧了，毁尸灭迹？悲痛之下，还能如此心思缜密？厉害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如何？该做的都做了，但能否撑到明日，总之，你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。 多谢，我想好好照顾他。走吧。 阿孙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对不对？我已经让菩萨安排好了应试的兄弟，等你醒来，我们就一起离开。我们就去从来都不会打仗的地方，那里水草丰茂，牛羊成群。我听说再往北走一点，会有座非常美丽的雪山。 你陪我去看好不好？我想起我们初识的时候，那时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，可是却与一位不速之客阿准成为了朋友。姓秦，单字一个准。 你可以叫我阿准，无论是风雨雷霆，还是刀枪剑士，就由我阿什勒所来挡。那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刻，可你却出现了。现在也是你最灰暗的时刻，我绝不会离开你。 我们那么多生生死死都一起走过来，未来我们也可以一起走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真的很讨厌你，你自大、自负又不会照顾自己，可是我却偏偏离不开你。 你不是常跟我说，欠你的要我用一辈子来还吗？我李长歌答应你，此生我都不离开你。可是你得给我个机会啊！你醒来，阿孙，你醒来好不好？
阿索，你醒了，你真的醒过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，你真的醒过来了。你是不是真的此生都不会再离开我了？你都听到了，能听见你的真心话，我再重时间也值得。你瞎说什么呢你？你知不知道我昨晚有多担心？我害怕你就真的死了。我也以为我会死，但我听见你喊我的名字，我就从天狼市那回来了。我还听见你说要给我报仇，我真的很开心。长哥，我中间的那一刻我什么都没有想，我只想带你回家。长哥，我孙特勤，你醒了。以后没有损特勤了，就叫我阿损吧。这样，我先去通知他们，大家都担心了一夜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草原的狼有九条命，不会这么轻易就死的。说正事，阿诗勒损，我知道你是个硬汉，我也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。杀你的人是阿诗勒部派来的，没什么可留恋了。只要你带着阴尸投诚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漠北绝不会亏待你们。多谢漠北王厚爱，不过我带阴尸假死，不是为了换个地方拿兄弟们卖命。除了漠北，你还能去哪儿？哪里都好，即便是放逐，也好过打打杀杀、血流成河的日子。你这一身带兵的本领不用太可惜了，要不来我们漠南。阴尸不会成为任何人手里的刀。既然大家都把话说开了，我也想说两句。说吧。我想严厉可汗，即使再忌惮阴尸，也不会亲手杀了阿隼。这背后，定香一定与定香脱不了干系。原来你也想到了。是，傅寒就算再厌弃我，也不至于断然舍弃这把刀。但如果是那个人，他比谁都清楚，应是不可能为他所用。如今大漠各部叛离，义成公主的如意算盘算是落空了，但我想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只怕未来会有更多阿诗勒部的人被他蛊惑，盲目参战。眼下如果想要有太平日子，就只有一条路可以选，与大唐联盟。与大唐联盟？与大唐联盟，让第三方介入到这场关系当中。届时如果义成想要再次发动战争，也会三思。那若是没有停下呢？我不可能眼看着大唐去进攻阿诗勒部。我也不愿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但是我们必须尽力去做，只有让这三方抗衡，这仗也就打不起来了。长哥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但如果我们不尽力去做的话，就连一丝希望都没有了。这是今早秦老给我发来的信，里面有木槿传回来的消息。亚罗死了，傅寒也病重了，雅章竟要前往定襄。是，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义成正在慢慢掌控王庭。雅章前往定襄，一旦义成彻底掌控整个阿诗勒部，他的下一步
刀锋就会指向大唐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是为了大唐才来找我们？不，我是为了所有饱受战争之苦的无辜百姓，无论是整个大漠、阿诗勒部，还是大唐，这些无辜的百姓，都不应该被这些人的阴谋还有欲望所利用而牺牲啊！我们谁都没有办法置身事外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大计，与大唐联盟。别忘了，我们可都曾是大唐的敌人。没错，拉大唐入局，谁能保证他不是第二个阿什勒部？不会，眼下这个危机只有大唐能够解。以我对李世民的了解，大唐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阿什勒部，让大唐去牵制阿什勒部，届时整个大漠便可毫发无损地脱身，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事情了。再说各位首领一心想要抗衡阿什勒部而四处结交，又怎能放弃这么强大的一个盟友呢？等等等等，咱们在这儿商讨了半天，有一个问题，大唐凭什么和咱们结盟？再过几天应该就会有消息了。阿索，亚罗他，亚罗他是为整个英氏而牺牲的，你不要太过于自责了。长哥，傅寒不会杀亚罗。我知道。傅寒身壮如牛，绝不可能轻易病倒。阿索，我都知道。若不是顾虑大局，若不是因为要顾全大局，你定会带着整个英氏杀到雅场，替亚罗报仇，再救出你傅寒。是。作为英氏特勤，我没有保护好亚罗。作为儿子，我更不应该再让一城伤害傅寒。我知道我们都在等一个时机，不过你放心，一城他绝对不会伤害大可汗的性命，毕竟整个阿诗勒部都需要他来领兵。我现在心里很乱。别乱。有我，阿索，我陪你一起把你父汗救出来，替亚罗还有整个英氏讨回公道。他是阿诗勒隼。是，他是英师的阿诗勒隼。我接到密报，
阴师和雄师出征漠北，全军覆没，他怎么还会活着？此事说来话长，阿隼还活着的消息还请你帮忙掩饰一二，会盟在即，我们不想惹更多的麻烦。这个我可以答应，但长歌，如果你当我是朋友就听我一句劝，此人并非善类，你最好离他远一点。韦淑云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是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，你放心。既如此，想来多说也无用了。长歌，我还有公事，就先行一步。嗯。